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李友，今天带来 AW 最特殊版本开箱。首先是这一双鞋子的一个颜值啊，这里我拿几条牛仔裤可以看到，它这是 EQ Leather 的，它们做出类似于这种皮吊牌的一种质感。后跟这一块这个纽扣也非常有意思，匹克威金斯，也是一个定制的纽扣。整体的工艺上，这双鞋子拿来说完全没毛病，你可以搭配日常穿，还是挺舒服的。这双鞋子目前的一个感觉，它这个太极调教的比较软，一体式版本，包括威金斯他个人也是喜欢穿一体式版本。 Switch 版本的话就稍微多一个选择，这双的话休闲穿着一下我觉得也比较 OK。包括这边还附赠了一个皮的吊牌，整双鞋子质感方面我觉得是做的是目前威金斯里面质感最好的一双，包括这里的一个 logo 也是雕刻的。颜值方面我确实比较喜欢，不知道朋友们觉得这双鞋子到底如何。尺码方面的话还是需要选择小一码进行购买，毕竟皮克的尺码主穿的偏大，材质橡胶的外底。之前威金斯一代有多多少少的做工问题，但是这一双无比的精良，包括它内侧也可以看到做出了破坏的一些小细节，还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。